诸位法师，诸位同学，请坐。请看《大经课注》第383页。383页，倒数第四行。从第二句看起，又何赞曰：诸佛虽为一切众生无上大士，说诸众生中唯天于人能发无上大菩提心，是故号为天人师。何赞这个解释也非常得体啊！佛虽然是唯一一切众生无上大士，在一切众生当中，只有人与天能发无上大菩提心。换一句话说，在十法界、四圣法界，发无上菩提心呢都没有。啊，声闻没发菩提心。阿罗汉辟支佛也没有发菩提心啊，所以称他做小乘。那么再往上面去，全教菩萨十法界里面的佛依旧是用阿赖耶识，用得很真，用阿赖耶识就没有发菩提心。菩提心是真心，不是妄心，所以菩提心一发就是圆教初住菩萨，叫发心住。啊，那么往下面看，天道以下的人道，人道下面畜生、恶鬼、地狱，阿修罗不会发菩提心，发菩提心他就不是阿修罗了。啊，十法界里头啊，其他的八界都没有发菩提心的，所以只有人道跟天道遇到佛法，遇到这个缘，能发起大菩提心。啊，菩提心一发，就是化身菩萨。啊，那我们有没有发菩提心？不能说没有，也不能是有。为什么呢？发是发了，力度不够啊。遇到境界就退心了。啊，退得少。啊，退得多，进得少。向上提升的不多，往下退转的很多。尤其在先前的社会，啊，一般人都没有接受过像古时候的扎根教育，啊，
古人比我们好，好在哪里呢？在运气好。生在那个时代啊，重视教育。啊，中国人讲教育，跟现在这个教育理念不一样。中国人的教育圣贤教育，佛菩萨的教育，啊，不是现在的科学技术的教育，跟这个完全不相同。啊，所以圣贤教育一定要从根本上下手。啊，小孩3岁以后啊，就算迟了。啊，到6、7岁就没法子了。所以一定是3岁之前，这个根扎得厚。啊，再加上他自己叙事的善根。啊，过去生中生生世世累积的善根，这一生接触到佛法，他生欢喜心。啊，这个有。到现在，有一些小孩，哎，听到佛，念佛生欢喜心，见到佛像生欢喜心，没人教他。这个是徐氏的善根，啊，晓得善根非常深厚。啊，这一时又到人道来了，这个善根呢还能出现。啊，如果遇到这样的小孩，1、2岁的时候，他跟佛就很远，有缘，就应该啊，好好的教他学传统文化，就要给他做扎根。啊，学《弟子规》，学《感应篇》，学《十善业》，这一桩事情，要父母正干。做他的榜样，这个根才扎得稳，啊，根深蒂固。如果父母没有做好样子给他看，他这个善根呢，很容易就消失掉了。啊，小朋友跟小朋友玩在一起，啊，这种善根逐渐逐渐就淡薄了，到5、6岁可能就没有了。啊，这是做父母的人要特别留意。所以说，称佛为天人师，而不称其他的八戒。最后，第10，佛世尊。诚实论等，开为良号，以佛为第9，以世尊为第10。啊，经一涅盘经，念老这个集注是以涅盘经上说的，或佛世尊为第10号，佛者觉也，自觉觉他与觉满，
三觉圆满呢，故称为佛。啊，那么这是大乘经里面很多都是这个说法。啊，佛是梵语。啊，他的意思是觉的意思，觉悟的人。啊，觉悟呢有三种。第一个自觉，第二个觉他，觉他就是教化众生。第三个是觉满，自行化他都圆满了。这才称之为佛。自行没问题，化他就有疑问了。化他圆满，我还没有成佛啊，他怎么可以成佛呢？那我没有成佛，不就化他没圆满吗？啊，这怎么解释？我们再把它降一等来看，菩萨，菩萨自行化他，化他帮助自行，啊，帮助到自行圆满了，也就是化他圆满。这个我们能理解。中国古人常说教学相长，啊，教是化他，学是自己成就，啊，教学能够帮助自己学问成就，自己真正成就一定要通过化他，不通过化他，智慧不能圆满。啊，这圆满是圆满后的智。啊，自行的圆满是根本智。啊，像善财童子，他在文殊菩萨麾下证得根本智，自行圆满，通过五十三参。第五十三参呢，遇到普贤菩萨，十大愿王导归极乐，他自行化他都圆满了，叫三觉圆满。所以菩萨不教化众生，他的厚德智不能圆满。啊，根本智圆满了，厚德智不圆满。啊，不能称为究竟佛果。啊，究竟佛果要三觉圆满。这是佛的意思。那么由此可知，教化众生是必要的一个手段。圆满自己的三觉，不这样做的话，这三就不圆满。在这个十报庄严土，不能回归到常寂光啊，要圆满才能够回归常寂光。又或赞曰：“
佛者明觉，即自觉悟，复能觉他。譬如有人觉知有贼，贼无能为也。啊，这个比喻也比得很好。啊，贼跟人群混进来了，他当然要下手，啊，窃盗别人的财物。可是他的身份被人识破了，哎，他是个贼，他敢不敢下手了？不敢了。为什么呢？这个里面有人财物丢掉了，肯定是他。啊，这就叫觉他。啊，能觉他了，他不但不是贼了，他还会给你当警察。啊，他特别留意有没有别人下手。啊，为什么呢？别人下手，他就告发，证明不是他做的。啊，觉重要啊。啊，佛这个意思最重要是个觉的意思，所以他不迷信的。又佛名知者，啊，知跟觉的意思很相似。如《智度论》曰：“佛陀勤言知者。”你看，曾经有这么个翻译法。啊，知过去。知未来，知现在，知众生数，非众生数。啊，这个众生是指有情众生。有情众生有多少，他知道。无情众生有多少，他也知道。啊，这个知就是觉的意思。有常无常等一切诸法，啊，这个他都知道，啊，有常无常一切诸法，菩提树下寥寥觉知啊，故名为佛陀。啊，这个有常无常，我们参考资料里面有这两段。啊，在第十二页，有常。常者，无尽其故。啊，常就是长久。清净法界，无生无灭，性无变异。故说为常啊，那么这个一看呢，我们就晓得，常是讲法性，无常是讲法相啊，宇宙之间性相离事因果，他通通知道。啊，这就是圆满的智慧。他有没有学过呢？学不到的。变法界、虚空界，你都晓得，你到哪里去学？到哪里去找这个老师？啊，所以这个智慧叫自然智、无私智，啊，完全是自性本具的智慧。佛陀教育叫人开发自性本具智慧，不是从佛那里学来的。这个道理一定要懂啊。
我们如果从佛那里去学，你学到的很有限。甚至于还产生错误，曲解了佛的意思，误会了佛的意思，很多很多这个现象。一定要求真知。那么真知头一个，你得用真心。这是先决条件。我们养成一个习惯，用真心，不用妄心。真心真诚，真心理念，没有念头，没有分别，没执着，连妄想都没有，妄想很难断，因为我们不知道。一秒钟，1600兆的生命是在我们面前，我们茫然无知，从哪里去断？所以佛教菩萨先断见思，再断尘沙，最后则破无明，这有阶段性的。那么尘沙跟见思烦恼是一定要断的，从哪里断起？从无我。决定知道这个身心是假的，身跟心都不是我，自信是我。我们要学着不用这个妄心，用真心。真心怎么个用法？佛讲的非常具体，就是十善业。十善业就是真心。不杀生。决定没有伤害一切众生的念头。伤害众生等于杀生。念头都没有啊。众生里的头一个包括自己，这意思就深了。为什么？我这个身众缘和合而生。我的心也是众缘和合而生。身是四大，地水火风，心是受想行识，这就是众缘和合。从这个地方下手啊。破身见、边见、见取、戒取、邪见，这就证得虚陀洹果了。虚陀洹果就恢复两种能力，天眼、天耳就出现了。所以有这个神通，有神通的人心一定很清净。大陆称为特异功能。早年我在美国见到过，我见到三个人从中国大陆到美国去访问的，他们是特异功能，年岁只有20几岁，
啊，确确实实，他有能力看人的五脏六腑，我们同修当中有一位太太，啊，让他看，他看了之后指出，他肺部，你得过肺病，但是没问题了，现在完全钙化了，他非常惊讶，因为这个事情没人知道。他结婚多年，先生不晓得。啊，他告诉他，确实他得过肺病。啊，部位指得很清楚，因为是钙化了，所以检查的时候，人家也不说他没事情。啊，肺部扎个伤没事情。已经钙化了，啊，他把它说穿了，我就问他们，我说你们这个能力从哪里来的？他生下来就有，我问他是不是永远就有了？他说不是的。随着年龄长大，他这个能力退化，大概到30岁之后就没有了。什么原因呢？知道事情太多了，心里头妄念太多了，杂念太多了，这个能力有机会失掉了。啊，这跟佛经上所讲的道理完全相同。啊，你在没有染污的时候，把染污放下，离开，你的能力就能恢复。啊，这个小孩生下来就有这个能力，说明他没有被染污。啊，没有被染污，我们相信他过去生中修的这个定功相当深。啊，没修成。你看，又到人间来投胎，啊，投胎不知道，根因之谜啊。如果要知道，继续修，他的能力就会提升，他不会死掉，啊，他不知道再生，往上提升。那么看性是常永恒不变的，四智心品，所以常故。常就有四智，四智后头有注解，大圆净智、平等心智、妙观察智、成所作智。啊，四智所依常，常就是真如，就是本性。我们如何在日常生活当中用这个心，不用妄想分别执着？啊，转大乘经教里头教导我。从六气转，五八别去管它。六气阴上转，五八果上转，只要六八转了，六气转了，前五跟第八自然转了，
这个真正用功夫就在此地。那么第六意识分别，第七识执着，训练，六根接触外面六尘境界，不执着，因为执着是染污。执着就生受想行识，那执着就感受啊。先从感受里面不执着，修成功了，感受是一味。酸甜苦辣咸，你吃的是一味。把受转过来。从这些地方下手啊，修平等性。你看，转第七识为平等性质，那这个就是要把我去掉，有我就不平等。我总比别人高一等，所以我是四大烦恼常相随，染污就从这来的。四大烦恼，第一个是我见，就是坚固执着于我，这是我见，不是我身。我身很粗，我见很深，我身见呢，粗果就破了，就放下了，我见没那么容易，我见要一放下的时候，就是圆教初住菩萨，就发菩提心的，所以《金刚经》前半部是破身见。从向上往的后半部神，后半部是破见，无我见，无人见，无众生见，无寿者见，这《金刚经》后半部讲的，那是什么呢？化身菩萨。前面说的小乘初果，到全教菩萨。都是破思想，这个里头程度有浅深不同，破见也是如此，也有浅深不同，譬如十八图四十一位法身大士，他们通通都是破思见，浅深不一样。舍诸程度浅，舍地就深了，到等觉就圆满了。所以修行决定不能够得少为主，那是你永远提不上去，要认真努力，不断向上。向上提升，这才是对的。人与天对这桩事情都很难。为什么？得到一点呢，他就有享受了。
贪图享受，不再向上提升。这种心态一出现，他就堕落了。不但提不起来，他往下坠落。坠落也有这个速度啊，缓急不一样。那么心情浮躁的，有这种习气的话，他堕落得很快。比较稳重一点的，它堕落得慢。总是往下堕落。即四智叫菩提。四智菩提一常，一真心，菩提心，第一个是真诚。真心待人，真心过日子，真心处事，这是应该的。这种人就是大乘根性，就是圣贤的基础。无端坚固，一摄为常。无端，断尽了，就是没有再断尽的了，无断尽，这个就是自信。所以这些常，无常呢，世间一切之法，生灭牵流，刹那不住，谓之无常。这世间一切法，凡所有相，皆是虚妄，就是这个意思。凡所有相，现在科学家告诉我。全都是1600兆分之1秒，在那个地方牵流。牵流就是生灭不断，前念灭，后念生。一个念头接着一个念头，就像流水一样。这叫无常这是相，法相就是这个样子，法性真常，它不变，法相无常，刹那刹那在变，这个刹那是形容，刹那时间也很长了，人王经上。一弹指有6尺刹那，一刹那有900生灭。我们知道，这是世尊的方便说。弥勒菩萨的说法，一弹指有32亿8000年，这是真实说法。所以宇宙之间，既然所有一切有为之法，通通是无常的。既然是无常了，那《般若经》上讲的话是绝对真实。这些现象是无所有，毕竟空不可得。这个时候。你万缘放下了，万缘放得下了，
好啊，真心就现前了。外人是虚妄啊，虚妄通通放下了，自信就现前了。啊，明心见性，见性成佛。那这佛的教学功德就圆满了。啊，底下说无常有二，第一个刹那无常，为刹那刹那有三诸意灭的变化。这什么意思？这意思说的深了。一个生灭，它存在的时间只有1600兆分之1秒，1600兆分之1秒里头还分四段：生、住、意、灭。真的有这四段，这个四段的变化太神奇了，太微细了。啊，科学家今天看到生灭、生住意灭，他没看到，佛看到。啊，大乘经上告诉我，八地以上他看到了。啊，所有一切法，没有一法是例外的，通通都是这个现象。啊，极其微细的变化了，我们怎么会知道？我们知道的是什么？是相续无常。这很粗很粗的相啊，这个微细刹那无常，这高等科学 啊现在还没有搞清楚啊，现在是搞到什么呢？刹那刹那生灭，那刹那里头的生住意灭这四个没搞清楚，还没看出来，那就是速度太快了。啊，相续生灭是说一起相续之上有生住意灭四相。啊，譬如人是到这个世界上来有出生。啊，出生之后这个身体住在世间。住个50-60年就有意了，就变化了。这个变化是童年、少年、青年、壮年、老年都变化了，这就是意呀。啊，生住的时候它就有意呀，变化了，最后死亡就灭了。这叫相续无常，我们看得很清楚。刹那无常，我们根本就不知道。《涅槃经》第一卷书：“世生无常，念念不住啊，犹如电光，曝水幻焰。”这就个比喻，电光就闪电。人生在世，身体像闪电一样啊！瀑水就是瀑布啊，从高到下，这水从上面落下来啊。我们看大瀑布，水流得非常壮观。
那个水相续不断的在流啊。啊，幻焰，焰是火焰，火焰如幻，你细细观察。啊，古时候点的油灯，现在你看点的蜡烛，你看蜡烛的火焰，一闪一闪的。啊，不住啊。它无常啊，《大智度论》第23卷曰：“一切有为法，无常者，性性生灭故啊，树因缘故，因缘所生法。我说即是空，这个我是佛说的。”释迦牟尼佛说的啊，一切有为法，就生灭法，通通是因缘生法，因没有了，缘断了，这个相就不见了。相怎么存在？因缘不断，因缘相续啊，相是果嘛，因缘果相续。这当中有一个断了，整个就没有了。这叫无常啊！我们看文，啊，继续往下看。有常无常等一切法，菩提树下寥寥觉知，啊，称他的为佛陀。又佛一切智慧成就故，过去现在未来，静不静，动不动，一切世间寥寥悉知，故名为佛陀。这也是解释这个意思，静不静，瑜伽师地论87卷啊，这记得很清楚，第25页有说，未必住行于未来世。衰老之法，说明净法。法是无常的，净是净，就是它灭了。啊，或者戒净灭的时候，啊，三诸一灭。啊，戒净灭的时候，这净法。那不净法呢？无为法，无为法不净。为什么它常住？无为法立生灭之相，所以它无净。又有为法的缘起，亦都相继，故为无净。无为法之无净。全教所谈，有为法之无尽，
实教所谈，华严宗啊，甚谈此意。无为，没有生命，没有相，没有物质现象，没有精神现象，也没有自然现象，永恒不灭，这叫无尽，无为法。那么有为法里面呢？它的缘起也都相即，故为无尽。一多相即很不好懂可是我们用万化筒就很容易明了为什么呢？万化筒就是一多相即的相这万化筒构造很简单里面三片玻璃，这前面只有几片不同颜色的碎纸片放在这边，你只转动，这是一多相即一即多，多即是一你只转动它，它出现出的图案无量无边，无尽无数，还找不到两个相同的。可以做实验，稍微转动的变了，我们用照相机照下来。你照个10000张，对照一下看，有没有找到相同的？找不到。无常无尽所以这叫有为法，有为法里头也有无尽的意思无为法的无尽全叫常数，三贤位的菩萨常数，有为法的无尽呢，实教所谈。华严法华就是一乘教他们常常说说什么性相不二，性相一如，全教是把性相分开了，实教全实是一不二。无论从性从相都能看出它无尽性无尽尽，相也无尽尽维摩经菩萨评语：何为无尽？为无为法这是一乘教上常讲的。注曰：赵曰，三照大师说，有为法有三相，故有尽；无为法了无三相，故无尽。大日经书14曰：无尽者，即是无相的辨明有三相，无三相，这个三相就是我们现在科学里头所说的物质现象、精神现象、自然现象，佛教里面所说的阿赖耶的三细相，
啊，业相转向境界相。啊，有为法是阿赖耶的三细相，是有尽；无为法转阿赖耶成大便尽智，这三相没有了，所以叫无尽。啊，下面说动不动，啊，动不动。欲界之法无常迅速，故为动法。上二界之法长久，故曰不动法。上二界是色界、无色界，这动是什么呢？心动，念头在动，念头在动，表现在物质的现象全部都在动。啊，今天科学家告诉我们，像确确实实是从念头生的，证明佛经上讲的相由心生是决定正确的。啊，科学做了证明，一切法从心想生是正确的。啊，欲界念头太多，欲望没有止境呐。啊，所以它是动的。啊，色界无色界，它入了禅定，他们能够把意念集中。佛经上说的，智性一处，无事不办。啊，他们能够智性一处，所以不动。啊，这个就是色界跟无色界。色界修四禅，无色界修四空定。佛依教经曰：一切世间动不动法，皆是败坏不安之相。一切世间，这讲六道轮回。六道轮回里面不动法，是上二界。啊，动法是下面欲界。欲界有六层，六层天都是动的。啊，波旬是第六天主啊，他要不动就好了，不动就不障碍修佛的人修行正果。他懂啊，释迦牟尼佛实现成佛，他还要来扰乱啊，让佛了表演降魔啊。大乘法里面动不动是一，不是二，所以大乘法里的八相成道没有相魔啊，大乘法里头没有魔，小乘有魔，大乘没有。为什么？大乘万法皆空，无有一法可得，动与不动都不可得，哪来的魔？啊，静于不静不可得，动于不动也不可得。啊，所以依教经上讲啊，一切世间动不动法，皆是败坏不安之相。
维摩经五，鸠摩罗什大师说的，欲界六天是动法，上二界寿命劫数长久，外道以为常，民不动法。啊，外道，这个意思很广，心外求法叫外道。啊，学佛的人也在心外求法，叫门里外，佛门里面的外道。啊，佛法是心法。啊，心法要向内求，不能向外，向外求不到。换一句话说，所有一切大乘经是心里头流出来的，从哪里求呢？从内心去求，一切法通通可以得到。啊，向外求就错了。啊，内是自信的，佛从自信当中流出来，我们从自信当中也能流出来，流出来跟佛者完全相同，一字不差。啊，你才晓得这是自性本具。生佛众生，三无差别。我们对这些经教要深信不疑。啊，我们求什么？求见性。啊，果然见性了，什么问题全解决了。啊，真正像心经上所说的，照见五蕴皆空，度一切苦厄。第一句话，离苦得乐。离苦得乐是佛法终极的目标，圆满达成。啊，不是妄语，不是戏论。这一句里头，静不静，动不动，一切世间寥寥细致，没有一桩不知道的。啊，故名为佛陀。啊，佛陀就介绍到此地，下面介绍世尊。世尊梵名波切梵，啊，意思是圆备众德，圆是圆满，备是具备，啊，德行到这个时候圆满了，没有一样欠缺的，为是轻重，啊，为世间人尊敬你、敬重你，这都是实至名归也。这是我们要学的。啊，需不需要宣传呢？不需要，自自然然。啊，需要宣传，需要别人赞叹，
那是自己没有实的，那是假的，不是真的。真正有实的，诸佛赞叹你，菩萨赞叹你，天人赞叹你，鬼神赞叹你，这个世界没有人不赞叹。为什么赞叹你？又一尊佛出现世间了，又有一个明心见性的人，把心得圆满彰显，利益众生。用不着去邀名了。名利是人之所好啊，要真的不能搞假的。啊，假名会惹了灾难。名实不相符。很苦啊。啊，名实和相符，你身心清净，一尘不染。啊，所以求学，首要的，把好名这个烦恼、这个念头，把它打掉。啊，财色名利，统统给他断绝，你的道义进步就非常快速。啊，现在虽然没有这个障碍，你心里头有这个东西，有这个种子，有这个习气，它就障碍你进步。啊，一遇到这些缘，你就乱掉了。啊，你把握不住，啊，一定退转，甚至于整个被破坏了。啊，你走到邪道，你走向歧途，那就错了。初学的人，世尊教导我们最好的方法，不离开经教。啊，不离开经教，真正能得到经教的教诲，真正能懂得如来真实意，那就要靠真诚、真诚心、恭敬心，这两个最重要的。还要两个帮助的，要大慈悲心，要真信心，能具足这四个，绝对没问题。啊，你是真正如来弟子，你真正会有成就。是故好师尊，下面诚实论是好品，曰：如是九种功德，指前面的九号。佛号全是自性功德的名号。啊，前面九个具足了，于三世十方世界中尊。所以故名世尊。过去
现在、未来的三世，讲时间；设方讲空间。用现在话说，在无尽时空当中，你是最值得一切众生尊敬的、尊重的。啊，这叫世尊。有制度论，以佛为第十号，以世尊为居十号尊德之总号。制度论里说的也很有意思啊，前面这十德通通具足了，为三世十方世界一切众生的尊重，这个是总号啊，没有人不尊重。啊，说于此开合少异，一无不同。从意思上讲，完全相同。啊，只是开合不同而已。啊，可见的这个十号注经所翻，符合梵文的原意。啊，没有丝毫错误。再看底下这一课，注释多重。在世教授四十二节，实为诸天及世人民讲经说道。我们看到这一句，知道释饶王出世，世间自在王佛佛报大了。从哪里看？从寿命看啊，他教授四十二戒，释迦牟尼佛教授四十九年，人寿命越长，福报越大。啊，这不在我们这个地球上。阿弥陀佛的因地，久远界之前的。啊，这个《一品经》啊，是讲阿弥陀佛的历史。啊，这个历史从头讲起。啊，他以前生生世世学佛，这就不谈了。从发四十八大愿开始讲起，为什么呢？跟极乐世界有密切的关系。啊，这个关系很近。啊，阿弥陀佛久远界的修行，那个关系远，这个关系近。啊，他发了个大心，这个大心是从真心里头发的，不是妄心。妄心，世间自在王不理他了。啊，笑笑而已，发真心啊，发真心就一定要帮助他，要成就他。啊，真妄不一样。啊，发一个什么真心？看到六道众生苦，啊，佛在因地，看到之后啊，就发了个心，想帮助遍法界虚空界一切佛刹里面的六道众生啊，特别是六道里头
苦难众生，帮助他们离苦得乐，就发这个心。这个心是无上菩提心的，这个心不得了啊，不是说假话了，他要真干。六道众生迷得深，就是烦恼深，业障重啊，烦恼跟自信完全相违背，那用中国人的话来说，六道众生不仁不义无理、无智、无信，这样的心态，连畜生都不如。你说多可怕！啊，帮助他离苦得乐。苦从哪里来的？乐从哪里来的？这个佛知道啊，阿弥陀佛居在因地也知道啊。啊，苦从迷而来，对事实真相不了解。对事实真相看错了，想错了，看错想错了就造业，业就有报，啊，业有善恶，善，六道里就是三善道，果报，恶是三恶道，啊，善恶业都叫染业。为什么清净心里头没有善恶？有善有恶都是染。啊，善比恶比较容易好受一点。啊，苦中还有乐。恶业里头只有苦，没有乐。啊，那叫真苦啊！啊，解决的方法，佛知道，要帮助他破迷开悟，迷破了，苦就离开了；觉悟了，乐就得到。啊，用什么手段？用教学。这个法藏请你做出啊。但是，苦难众生这么多，这怎么办？啊，必须有很大的一个地区，把这些人接引过来。好好的教他，啊，教学必须要离开那个环境，在那个环境里的教学非常困难，它是个染缸，啊，唯一的办法就是把它从染缸里捞出来，放在一个清净环境里的教，这就是他理想这个极乐世界。这个世界怎么建法？佛就给他介绍设法
一切诸佛刹土，并且示现给他看，让他了一个佛刹，一个佛刹里面去参修，自己去看。啊，别人有好的地方，你觉得好，就采取；不好的呢，把它改革掉。啊，也就是说，今天我们讲的观光考察，取人之长，舍人之短，这样建立一个道场。啊，它不是建立一个国家，自己没有做过王，啊，没有做天地，没有。啊，建立一个道场，极乐世界是个道场，是个学校。修学的环境啊，佛搞这个，给我们做榜样，给我们做示范啊，纯粹是修行场所，这个里头没有士农工商。只有佛跟菩萨，佛是老师，菩萨是学生。啊，学生里面有高级的，十报图是高级的，高级版；方便图中级版；同居图初级版。啊，它分的有初级、中级、高级，同时教学。啊，确确实实，所取的是每一个佛国土里头的真善美慧，极乐世界全有。诸佛刹土里面不善的，极乐世界完全没有。这个修学的环境太好了，十方诸佛世界里头没有啊，只有这一家了。啊，诸佛如来看到了欢喜，没有嫉妒的。没有障碍的，没有毁谤的，而且佛与佛都赞叹。啊，把业障重的、烦恼深的、不好调教的，全都送到极乐世界，让阿弥陀佛来调教。这是我们看到诸佛如来真实慈悲、真实智慧啊，真正的度量啊，真是所谓心包太虚，两周杀戒啊，真能包容啊。所以有这样伟大的成就，啊，此地我们看到世间自在王佛，啊，当时在世教授42劫，啊，当然人的寿命跟佛差不多，释迦佛出世，那个时候人寿平均人寿100岁。世尊80岁走了，圆净了。魔王波旬请佛入般涅槃，
佛答应的。那么佛还有20年寿命，这20年的福报就留给后世学佛的弟子啊，衣食住行之所需，出家人享受的佛的福报，佛照顾出家人，出家人不要操心，不要自己去寻找，自己去寻找苦啊！啊，自己寻找，你心不在道，佛不管你，你自己有办法，你搞你的去。啊，凡是自己搞的，都会堕落，都离不开六道轮回。啊，这是张家大师教给我的，一定要对佛有信心。既然出家了，把整个身心奉献给三宝，啊，三宝加持你，佛菩萨照顾你，一生不要为这个操一点心。我听到这个话高兴了，这太好了，太难得了。人生在世，衣食住行，这是大事啊，可以不操心，这个好处到哪去找啊？我就相信啊，一生确确实实通通是佛菩萨安排的啊，逆境顺境，善缘恶缘通通遇到，在这里去磨练自己啊。啊，自己生活所需的早年所需的是经典，我什么都不修啊，老师教我的是经，有些参考书那个时候买不到，藏经只有寺庙里头有啊，自己需要去读经，要到寺庙去抄，担心门外头没有人买，非常缺乏啊。那么我学经教需要用的参考书啊，当时香港智开法师跟我同年，他帮我很大的忙啊，我没有钱的，这书也买不起啊，他可以把先书先送给我，寄给我，什么时候有钱什么时候就我就寄给他，这个忙忙太大了啊，几乎我所想要的他都能把我找到。我这些东西都是现状书，那非常宝贵，有一些在佛陀教育基金会，还有一些在澳洲都是默克版本现状书，现在越来越可贵啊，有一部分我把它做底板去引用流通啊，像华严经疏钞原版是现状的啊，40册80卷，2卷1册，40册。
啊，现在我们金装五层，华严经疏钞，华严经合论，统统印出来了。啊，印出来的好，我喜欢用印出来的。为什么？在上面可以做记号，啊，可以写字，原书绝对不可以。啊，原书要留给后代呀。我们在书上写了，后代人不方便了。啊，这是自古以来，这个善本上面决定不能把它弄脏，不能损坏，不能再上写字。啊，现在影印就不要紧了。营业就可以了。啊，所以从这里看，佛的福报多大，人的福报多大。啊，人寿，啊，讲经教学42劫，这弘法了，寿命就不止了。释迦牟尼佛讲经教学49年。寿命80岁，啊，实为诸天及世间人民，言说经文，讲论道法与道要。啊，道者，觉悟之路也。啊，佛道是什么？觉悟之路。觉悟的门道，觉悟的途径啊，居舍论语，道义云何？啊，道这个字的意思是什么？为涅槃路，臣死能往涅槃成故。啊，这里说个涅槃成，涅槃成是比喻。你遵循这个道路，你能证得大半涅槃。啊，涅槃城，这是比喻。涅槃为圣者之所居，故把它比喻作宫城。像皇宫啊，紫禁城一样啊，这是人间最宝贵的皇上所居住的地方。这个涅槃城是什么呢？在净土中，常寂光净土，这涅槃城啊，一切大乘经里面称之为自性圆满证得真如自性，叫涅槃。啊，涅槃的本意是灭苦集灭道，那个灭就是涅槃。啊，灭什么呢？灭烦恼，灭生死。取的是这个意思。啊，三种烦恼，两种生死。三种烦恼是见死、尘沙、无明，两种生死是分段生死、变异生死，通通都灭掉了。啊，变异生死灭掉了，就回归常寂光了。就常寂光比喻作涅槃城。啊，等觉菩萨到妙觉还有一次变异生死。
啊，这一次灭掉之后，再就没有了。啊，十八图不见了，所以十八图也不是真。佛陀十八图有现象，真的凡所有相，皆是虚妄。常寂光没有现象，啊，三种现象都没有。不是物质，不是精神，也不是自然现象，所以得大自在啊！啊，身心跟一切诸佛的常寂光融成一片，经上大乘经上也称为大光明藏啊，大光明藏。就是涅槃城啊，就是净土的常寂光净土。长阿含经第四卷里头说，佛心得最上道，佛心入涅槃城。佛心是人民，他得最上道，他如涅槃城，啊，这是把涅槃举比喻作城市。制度论呢，二十月，诸法实相是涅槃城，城有三门，怎么进去呢？有空门，无相门。无作门，无作也叫无愿啊，这三样我们前面学过，叫大三空三昧啊，这三个门，任何一个门都能进去。佛教的我们八万四千法门，八万四千法门走到最后就剩这三门啊，随便从哪个门进去，证得大涅槃了，在外面没进去是有三门，进去之后没有了，全得到了啊，究竟圆满真的这个是不可思议的境界下头一说，又华严大疏，华严大疏就是华严经疏钞，清凉大师著的。曰：通知佛国，故名道。啊，佛所说的这些法，都能帮助我们达到成佛的境界，所以叫道。道法者，至涅槃正道之法。那么在本经，就是信、愿、持名。这是道要啊！道要者，佛道之枢要也。如赞阿弥陀经记曰：旧常道要无障碍啊，这首记子里提到这个名字啊，道要没有障碍啊，
那么我们今天修净土得到这部经，这一部经就是道要啊，就是成佛证得大涅槃的道路啊，最接近的道路，最稳当的道路，最可靠的道路，最快速的道路啊，实在是难得了。真正要想自己成为大法师，啊，大法师，明心见性，见性成佛。但是，在现前末法时期，见性很难。等同见性，能做得到。啊，学海仁老法师，我跟这位老法师有一面之缘。1977年。他住在香港，我去参访这个老人。这个老人一生专攻楞严。啊，那个时候，香港人都称他为首楞严王。我到这里刚好是讲楞严经，啊，所以去见他老人家，向他请教。楞严法要啊，他的学生只有6个人，做他学生的条件要背楞严经，还要背注解，可不容易啊。他用的注解是偶益大师的楞严经文句啊，当时我也找到这部书，现装本10本，欧益大师做的啊，是现装书，连经带注都要能背，他才收你做学生啊，所以一生呢只有6个学生，啊，其中大光法师跟我最要好，啊，是他6个学生之一，啊，告诉我，老师教他们非常严格。啊，楞严经跟注他自己能背。啊，所以你学的背给他听，你错字漏了句子，他马上就呵斥。啊，所以学生都不错啊。学生大概现在1个都不在了。啊，后面没人了。楞严经是好啊，开会的楞严，成佛的法华。但是我们看现在人，学楞严经没有开悟的，不如这部经啊。这部经照这个修行，真有往生的，往生的人很多。
刘素清居士为我们示现自在往生。我听说的寿命还有10年。他的妹妹刘素云在他面前叹气，哪里去找个人来做个实验，证明专修无量寿经汇集本，就是下莲老这个本子，学习黄念老祖老居士的注解，证明它真正有效，做个证。他当时听了一口答应，我来做，就这么简单。往生大概十几天之前，16天时，刘素云有报告，报告很详细。他就听到一个声音，这个声音告诉他是个数字，2012、1121、12，就这么几个数字，他把它记下来，给他姐姐。他姐姐看到之后点点头，也不说话，就放到口袋里去了。刘素云就想到2012大概是年，11是月，11月，21是日子，21号，12应该是中午12点钟。果然没错，他走的时候一分一秒不差，就是那个时间走。走之前跟大家谈笑风生，若无其事，时间一到才走了，满面笑容，他说他表演跟大家作证，这无量寿经汇集本不要怀疑，黄念老的注解是真的，我们在一起学习是真的，不是假的，他来作证。不容易，所以道要就是这部经，到我们这一代才出现，至涅槃正道之法就是心愿持名，这就够了，其他的不需要了。下面一段，闻法发心。说法的是世间自在王如来，闻法的是释饶王，释饶王见汉译。汉译的经文说，释饶王闻经修道，欢喜开解，便弃王位，行作比丘。
译集大师书，准笔经文，释饶王者，亦为法藏比丘。啊，法藏在俗时的名号，盖汉译之文，甚为明确。做过王时，名释饶王；出家后呢，就法藏比丘。啊，这个交代很清楚。那么这个过往一定是非常仁慈，有智慧，有德行，把国家治理得非常好，人民安居乐业。啊，这个名称是个尊号。啊，世间饶是丰饶，丰富。啊，这个国家能够看得到。啊，他闻经，听世间自在王讲经教学。啊，他听经修道，真听懂了，真正开悟了。啊，所以闻佛说法欢喜开解。啊，便弃王位也，出家了。把过往让给别人，自己出家修道了。释迦牟尼佛19岁把王位继承权放下了。汉朝时候，这个地方讲汉语，汉语好像有两种，一种安世高的失传了，啊，我们不知道是哪两种，哪一种，两种的哪一种？啊，安世高，他也是王太子，安息国的太子。父亲死了之后，他继承王位，他做了半年，把王位让给他叔叔，他出家修行。啊，后半生在中国，是中国早年已经法师里面最出名的。啊，他翻的经翻得好，他是意义跟鸠摩罗什大师一样，他不是旨意。啊，经文上的意思完全用中国文的文法把它写出来。啊，不像玄奘大师，玄奘大师是旨意，旨意不好懂。因为印度梵文文法跟中国不一样，啊，读起来不顺畅，啊，所以安世高译的中国人特别喜欢，啊，鸠摩罗什大师译的也非常受中国人欢迎。那么安世高在中国做的事情，啊，舍弃王位，出家修道，
他发源在中国，到中国来参加已经讲经教学，西游难得了。以及四书，智饶王也是法藏在俗时候的名字，做国王的时候，大家称他智饶王。所以汉译这段文抄在此地，文字明确。出家之后。这就是法藏比丘，阿弥陀佛的历史从这儿写，从这里写起，因为这个地方与极乐世界有密切关系，缘怎么来的，我们就知道了。今天时间到了，我们就学习到此地。